是我们的搬家日，结果我们一大清早就起床了，因为我们根本用不完，行李实在是太多，东西太多了。当东西如果从整齐的地方拿出来，这时就完蛋了。这些都是厨房用品，瓶瓶罐罐比较难拿，准备拿一个行李箱把它固定住，放在里面。你看什么粉丝啊，要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一边也有一些，基本上呢，厨房这边我已经清过一次了，还可以吧。然后等其他地方弄完，我就会继续清了。你们看这台是什么？这台就是暖气机。像这个的话，如果把这个搬到 on， 它就会就是开启了。然后关掉也是这样子，直接关到 off， 它就不会运作了。好大台哦！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，哎，这是暖气哦，这就是暖气。总共有四个行李，这是其中一个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搬两趟，都整理完了。然后棉被、被子我也拿去清了一次，差不多干净整洁。为什么有这么多衣服？对啊，你这真的是太离谱了！你至少带了三箱你的衣服吧？哪有，我带两箱，而且是装满呢，太扯了。对，衣服太多了。有个留学生想要来帮我们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两个坐公车，这能看吗？五个箱子，两个人在那边坐公车太难了，坐公车没办法。这个书房是我最爱的书房，但是就是因为在一楼，爸爸每次他就很奇怪，他就一定要把这个窗帘拉得暗暗的，很怕，好像很怕人家看到他一样。那你自己看嘛。我就不喜欢拉得暗暗的，我就喜欢坐在那边，然后不是呀、啊，那看外面他都能看到你、啊，他看不见。你那是自己催眠，看不见吧？很奇怪，你坐在这里，然后外面有人。这书房实在是太棒了，这房东太会布置了。然后这就是暖气片嘛，其实蛮热的、哦。它这间屋子，我觉得这间屋子的暖气其实真的很足够。你看厨房也有，然后你每个房间都有啊。就这里是它的暖气片，然后浴室啊，这个门口这边有一个，然后浴室也一个。然后我来到英国，觉得最不一样的应该就是浴室的这个水箱吧。他们洗澡基本上，因为我在爱尔兰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子，就一个水箱啊，那时候我在想说是要怎么调吗？怎么调吗？没有，其实很简单，他们这个就是你直接按这个，它就会有水出来。然后它这个水哦，因为它这边是调热度嘛，它这个水其实我预计三到五秒钟它就很热很热的，就很迅速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按一下这个，它就会关掉。然后大概过个两秒就关掉。下面就是调多热，然后最下面的按钮就是开关。看看我们现在到了哪里，还下着大雨。这下雨，这是刚下，下着大雨。我们现在在市中心的，头发都搬乱了。为什么？我感觉我一年四季都在搬家。我天哪，这里就是市中心了。但是这个具体的地方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还没有对市中心很了解过。那边是地标，就这里。地标什么意思？乔治广场。哦，格拉斯哥的地标。那后面呢？后面这边。后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主要商业区都在前面，都在我们前面那边。我们现在在等人家来交接，把我们的物品全部拿上去。这边不是全部、哦，我们家里还用。对，我们是住在那个就是一个人的学生公寓这边，然后他是因为他要去旅游嘛，所以他就是有短暂的一周空出来，然后就可以给我们短租这样子。就大家在这边，你看看有多穷，就你出去旅游，然后还要把自己的窝让给别人住，然后来赚一点钱，然后就可以拿这个钱出去玩了。兄弟姐妹们。我们终于住到我们的住宿里面了，终于捡到便宜了。不然现在我出去外面住民宿超级超级贵的，一天700人民币，算是不贵的价钱哦。很多都是一天1000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看他这个房间超好的，还有电视呢。然后这边是床，好大呀！完了，没有被子。这是啥？这应该是卫生间。他这边呢，平均下来一天只要30多镑就可以住了，然后是一个 studio， 就是两人间的，但就床小了一点。你看这个床，200多人民币吧。对，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人住，还挺舒服的。嗯，一个人住刚刚好，两个人有点挤了哦。嗯，
其实也还行，它这个 studio 算比较大的，有30平，像我同学他们住的一样的价格，但是只有十几二十平。然后它的缺点就是它离学校比较远，你要坐地铁去学校。对，然后学校周围的那些比较贵，但是就离学校很近。但是这里坐地铁去学校，昨天我们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。那地铁怎么坏掉了啦？对，而且地铁上的学生说已经连着坏了2趟。天哪！我们上车都迟到了。对啊，然后我们昨天要坐回去的时候啊，然后它是环线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个圆圈圈，结果坏掉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我们就坐在圆圈绕了一周，我还以为我们是在旅游呢。对，但整体来讲，这里的环境真的还不错。像这边呢、啊，就有一个柜子，然后暖气片只有一片，所以会热，但是没有到想象中的那种那么热。因为像我们民宿那边呢、啊，是每个房间都有，然后它这边只有一个，所以暖气的话就还好。然后这个门呢，其实是一个浴室，它浴室挺大的哦，就一个马桶，然后一个冲洗地方的，但是空间真的很够。但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他们洗衣机是共用的，洗衣机要在下面，然后也要付点钱才能洗吧。我们也没洗过，反正我也不打算洗，就到时候换一换，到时候租长租的那边的时候我们再来洗。我们原来的民宿已经被定出去了，不然我们就继续住。你看看我们的大厨在干嘛？像公寓的这个冰箱就比较小，它那个冷冻格只有一小格，但它之间真的很干净哎。然后对，然后烤箱没有微波炉，微波炉还是很好用的。所以我们就不打算这七天吃米饭了，你看看。面条饭锅，这也没有那么惨，好吧。然后还有一个电视，再来就是它采光其实还可以。然后如果说煮完饭啊，你也想要透气什么的，其实就把这个窗户打开就可以了。但有一件事真的蛮惨的，我没有被子。哦，对，你们看看，我们就这样过的。我们之前盖的都是民宿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只有被单。懒得买，因为买了你还要就是再扛过去。我们打算到那个长租那边再来买。对。然后你看，昨天我们就靠这个。然后这个啪啪就一直跟我抢那被子，哎，我一大清早的时候都开始咳嗽了，我也感冒了，笑死我了。那我们下期视频见了，拜拜。